节被撕清。今年的中秋节，我们因为行管令的关系呢，也无法真正的跨州，无法和家人团圆。不过不管如何都好呢，科技的发达，科技的方便呢，也能够让我们本身通过手机，通过电脑的模式呢，跟家人可以做这个视频，以便能够身体上可能在肢体上无法真正团聚，但是至少呢，我们也能够看到对方的样貌，能够在这个电话里头，在这个网络里头呢，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团聚。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，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的过去。大家在这个时候呢，应该要做好防疫的工作，也希望这个疫情尽快的过去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与家人再次的团聚。所以在此呢，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。